今天很荣幸收到 Mobile 的邀请，让我可以去逛街。一个人逛街不够爽，所以我邀请了三宝来跟我一起逛街。但是逛街之前一定要吃早餐，所以我们来早餐研究所吃早餐。好饿哦，好饿。By the sky, 好喝哎！它奶茶的基底是铁观音的一种，所以茶味非常浓郁。喜欢现学现卖哎，有点像茶汤会的铁观音奶茶的感觉。好喝。I knew a time that you could stand still beside. I knew a place you'd go for your head to explode. 鱼宝还没来，所以我们要慢慢吃，等他。我刚刚想到一首歌。苍蝇苍蝇快走开，你不知道我想要吃早餐，吃早餐。哦哦，我们全员到齐啦。迟到非常久的鱼宝，而且我们今天有说好，就他们两个穿黑色的两个穿黄色，有吗？有说好吗？没有啦。我们现在要前往 Mobile 的店了。今天天气超好，太阳好大，我眼睛好刺。Mobile 这一家店呢，是位于东区后巷，就是很多那个网拍的实体店面的这一区。其实呢，我个人是在网站上面已经有逛过 Mobile 的官网，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风格是走宽松的一个路线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蛮适合我的。你们期待吗，三宝？期待啊。再说，你有咯，这件有咯。严厉的姐妹她就会帮你省钱，那如果是人比较好的姐妹呢，就会说买买买。那还好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是有一些人很严厉，有一些人是会叫你买买买的。请问是谁严厉谁不严厉？我觉得伊娃是很严厉的，她都会叫我不要买，然后杰宝是人比较好的。啊， Mobile 到了。I knew a time, I knew a place that felt a lot like you. Oh, oh, oh. I knew a boy, I knew a man who looked a lot like you. How cute the Pantone 墙哦，是超可爱的哎。I knew a boy, I knew a man who looked a lot like you, just like you, a lot like you. 现在我在 Mobile 的店里，带大家来逛一下他们的店。他们的店商品超多的，为什么有一种嘻哈的感觉？有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好，这里没有，这我没有，对不对？这里没有。这好可爱哦，我喜欢。然后你看他们这边是有运动的系列，料子摸起来也舒服舒服。这个好可爱哦，这就是你身上那件啦、啊、你是故意的？没有啊，因为今年芥末黄非常流行，那我觉得亚洲人穿芥末黄色看起来其实肤色会提亮的感觉。嗯哼，我觉得还这个颜色，如果就是你是比较低调的妹妹的话，也可以尝试这个颜色，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到很显眼，因为它不是正黄色。对，他说他自己，低调，他说他自己。不是因为相对于这种比较亮的黄色的话，我觉得这种布布的芥黄色，对，比较低调的人可以驾驭。可以可以。我是不是讲得很好？好，又很乖的把衣服放回去。对啊，现在来到我最喜欢。整家店的一个位置就是那个盆通的墙、然后这边放的是他们的窄管裤，而且他们家的窄管裤颜色选择很多哦，有这种粉嫩跟这种橘色都是我觉得比较少看到的颜色。对啊，这个墙是不是很美丽？有 Q， 大家如果有来一定要来跟这个墙稍微拍一个 IG 照。好，这个很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裤裙裙，腰到好看，胸下。我觉得，
我觉得好看。腰带啊，很你的 style。我觉得好看呢、欸，真的很好。我觉得我想试穿那件。哦，这一件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。这边是热销商品。哦，是热销商品是不是？对。看这个上衣好可爱哦，它上面有一点英文字。对。然后它的材质也是感觉穿起来会凉凉的那种面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。蛮腻的，嗯，可以。这个颜色也是芥黄色，颜色也是芥黄色，而且它这边有一个小小三角的设计、嗯，可以。然后还有勾边，而且它的棉是属于有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，穿起来不会觉得很害羞的那种，是不会透的，就不会原形毕露的那种。这个也很棒。有什么事吗？你们都是这样，我看不到你的脚啊。拍不到我。大家，我要去试穿这一套了。我一眼就相中这一套，热销商品。那你帮我看看。大家觉得好看吗？有显瘦吗？有显瘦，显瘦，显白。我跟你们说，为什么显瘦？因为它的那个裙子的剪裁是做 A line 的设计，对于下摆比较宽的人，其实很修饰材质的部分。它是有点棉麻的感觉的吊带裙，然后是蓝白条纹，然后我里面搭了一件浅粉粉灰色这种的 T 恤，然后它这边也是算是。有点藏肉，因为它是比较宽宽松松的感觉，然后袖子也不会说特别贴，所以你手臂看起来自然就会有一个空间感，就不会有包肉的感觉。嗯，那裙子的材质硬挺吗？裙子的材质我觉得蛮硬挺，可是它不会到那种你行动起来不方便的感觉。摘一下给大家看。嗯、对，这样。I knew a man who got lost in the big dark blue. 真的，好大你的内衣哦，这正面露出来，没关系吗？很好看，对啊，很适合你。你要买吗？不到，外面很少，嗯，他开始烧，他每次都这样，因为外面很少，外面很少，买不到。你们在看什么？行路哦， oh. 超烧的，就是对啊，他们拍的好美。这超美的。再说一次，来电消费就送，来电消费就送，来电消费就送，行动。好，好可爱啊、喔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可爱。我觉得它这样不拉平口也很好看，就因为它这个不会做很蓬，所以不会好好看哦、喔。我喜欢这个绿，嗯、这个绿很美，显气质。我觉得可以，显气质。我觉得可以，想到限制了。我觉得可以。那我现在拉平口。嗯。好，现在教大家一秒下班。没有啦，还是要小修饰一下，不要这么那个直接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大家要这样拉的时候，记得去厕所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气质的女性。这样给大家看一下上衣的感觉。嗯。袖子这边也做得很修饰的感觉，跟你早上那件有一点点像。对，它就是有一点小小喇叭的感觉哦。I knew a time that you could stand still beside. I knew a place you'd go for your head to explode. I knew a time. 爆齁看火力哉，就是那个现在来 MOBO 他们门市呢，买三件可以抽折扣，就是有85折。还有9折跟95折，抽一个看看。还有9折，还不错。哦，他们家还有卖内裤哎。对啊，无痕内裤哎，好酷哦。然后还有卖背心。好，很好，可以出来了，可以。哇，这个是姐妹装。好，转一圈让大家看一下。哦，不错不错，鱼宝是前扎后不扎，花宝是全扎。这裤子我觉得很修饰哎、欸，而且超凉快的。而且鱼宝身高可以透露一下吗？小织女。1.3
对啊，我觉得穿起来也不会觉得比例差。我觉得蛮好看，蛮好看的吼。三宝们要买咯，就两个绿的，一个蓝的。鱼宝要抽奖。秋五的。哇，金价水嘞！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大，我就是还有。好啦好啦，九五折。讲一下九五折的感觉。有，不要瞪我，没有，不要瞪我，赚了官网没有？对啊，还是有赚，还是有赚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逛完 Mobile 了，然后我真的觉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 Mobile 的实体店面看看，因为你摸到他们家的质料，就会觉得真的是很物超所值。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 Mobile 的这个敦化忠孝敦化的直营店来逛逛，这边的货很齐，而且刚刚店员说，就是他们只要官网一上新货呢，这边就会立刻就是补新货，所以大家如果想看新货的话，可以来这边看哦。好，大家就是这样啦，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。今天姐妹逛街成功，成功，拜拜。拜拜。Just like you, a lot like you, like you, a lot like you, like you, a lot like you, like you. 怎么样？这一套蛮可爱的，很可爱哈、哦。腿好，腿好，什么？不是，他刚刚一直。一你已经200次了，不同的吊带裙，所以怎样？所以腿好，腿好，一直往前，我真的控制不住他，因为他一直要往前，所以要当巨马，所以只有正一点。你要脸半身，好，你要半身就前进，然后要脸就腿后，反正要脸好了，毕竟我是后面。好，录了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好像要脱掉的感觉。对，一二三，哦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对对对，微拉就好了，蛮有气质，蛮可爱，脚的部分要拍到。好尴尬死了，有一个深蹲的感觉。你看啦，以后服装师要造型师要长高一点。脚还越来越可爱，超白痴了。你要重绑吗？我绑慢一点。绑慢一点啊，看看可以蹲多久。